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趣意生活频道。最近天气比较寒冷，所以我今晚决定做一个羊腩煲。这里有三磅羊腩，首先将它出水，跟着冲洗干净。马蹄可以去酥，所以我用了一磅马蹄。准备一些姜片，现在来调一个酱，用六樽的腐乳加两樽的南乳，再加一汤匙的白酒，将它捞匀。捞匀之后，将它放一边备用。批好皮的马蹄，我们将它切对半。现在来爆香的羊腩，个锅热了之后落油，倒入姜片爆香。啲姜出了味之后，我们放入头先调好的酱料。转慢火，将它慢慢炒香。炒香之后倒入羊腩，继续翻炒，转小火慢慢炒。其实炆乜嘢都好，一开头一定要爆香啲料，炆出嚟嘅嘢先够香。咁而家我将佢转去一个煲嗰度。加入清水，清水的量一定要浸过啲羊腩多少少。加入马蹄啦，马蹄的清甜同羊腩是好夹嘅。依家吸住个盖，等啲汤滚起。啲汤滚起咗之后咧，我哋将个火调细，再冚住个盖，大概炆佢个半钟。咁我试过味之后淡一少少，咁我加咗半茶匙嘅盐。咁呢个羊腩锅其实就食得噶啦，不过依家天气冻，你可以打边炉嘅形式，咁将啲菜落落去啦，咁啲菜会好好味噶。咁我都会做多一个酱汁啦，就是用三樽腐乳、半茶匙嘅糖、少少嘅橄榄油，将佢捞匀，捞匀之后就成为一个好好味嘅羊腩酱汁噶啦。呢一个酱汁用嚟点羊腩系更加好味嘅，希望你哋中意呢一个羊腩煲啦。多谢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。